有点，如果我对假日有点就有一点晚，因为可能我请问我八点到十点，不等我七点到十点。啊，反正差不多，因为我主要是在这边好像目前比较近，就是目前我住在三林溪那边，三林溪路那个球场，早上没人打，这离我最近没人打，大概就这边。啊，三林溪那边最近不打，三林溪那边。三林路啊，三林路左转嘛，啊右边那个，这个比较难。Gracias.